去，那我去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不去不行啊！你看我们家这种条件，现在老爸又生病了，所以不去不得。这样子的话，没有人去工作的话，两个人都在家，基本维持不下去。我也想去。嗯，在家照顾老爸吧，老爸要人照顾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去，那你要注意身体哦。我会的。哦。但是你，我把老爸照顾好啊。给个红包你吧。不去的话，你看我们两个姐妹在家的话，人家村里面都看不起我们，总说老爸养女儿有什么用，所以说我想出去闯一闯。好吧，我去捡贵丁也得了一点钱，这个你也拿，你留在家给老爸。没事，你先拿着吧，不然到时候你住天桥底下不好。老爸也要吃啊。我再去捡那个贵丁再去卖就行了。那你那我留100在家给你们，留200吧，我就拿这一点就行了。好吧，你在家照顾老爸啊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哦，我走了啊，保重哦。嗯，记得把老爸照顾好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我去了啊，你回去吧。嗯。吓死我了！谁呀？在这里还响喇叭？哎，终于回来了！哎，姐，哎呦，你怎么回来啦？好久不见啦！哎呀，辛苦你了，在家好年都不回来，怎么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啊？我在外面忙啊。阿妹，这个就是你妹啊？对呀，这就是我妹。姐夫吗？对。这是我找的老公。哎呀，经常听你姐提起啊。先进去喝茶先。啊，好。来，进来。把东西拿。来。姐，来，这边坐。老爸在休息。老爸这是怎么了？他不是生病了吗？现在要卧床休息。他听说你们今天回来，特地来沙发这里，他都没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妹、哎，真是对不起你啊！这几年让你一个人在家照顾老爸，真是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辛苦，那是应该的，那是咱们老爸是吧？姐都有点对不起你了。哎、没有，你快去看一下老爸，他知道你回来。老爸，我回来了。什么呀？你怎么啦？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老爸慢一点啊，慢点。哎，不用激动。你身体怎么啦？这虚弱，整个冒汗。那有没有去医院？每天都给他煲中药吃了，现在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医生就说让他休息呀、啊，就。能吃不能干。检查过没有？去医院检查过没有？不能治啊！检查过一次，然后我去找那种老中医给他开药，住院太贵了，没钱。你先休息一下，啊！老爸，你先休息一下啊！哎，姐夫，你们来先喝口茶吧。嗯。我妹真是辛苦你了，哎呀，这几年。是啊，你也出去忙着赚钱。哎呀，哎，让你一个人在家照顾老爸，看到老爸这样子，我心里也不好受啊。那先喝杯水。哎，老妹哦，嗯，这几年在家啊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是，都是一家人，也不说谁辛苦吧，大家都辛苦，你们去赚钱的也辛苦，是吧？是啊，其实我这几年在外面也不容易啊，那努力打拼才拼。后来认识你姐夫，不过你姐夫现在也挺努力的。姐夫是做什么的呀？他开奶茶店了，现在我们开也有几十家奶茶店。哦，那连锁店了，那是啊，很不错。所以说这次抽空回来，哎，就看看老爸，看看你，你再不回来，老爸都估计都认不出你了。而且他却又有一点老年痴呆了。哎，老妹，那上次检查的时候说要多少钱能治好啊？有个10几个 W。
十几万、啊。你要像我们这种家庭，哪里拿得出来？我天天要照顾他，我还要去忙着喂猪、种地。没事，姐现在有钱了，到时候带老大下去医。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就是我老婆三妹老是提起说，妹你也到成家的年纪了，是吧？是啊。今年应该也有24、25了吧？对。也应该到成家的年纪了，不能耽误你一直在家照顾啊，老爸。都把你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，姐都是有点，真是对不起你。那也没办法，是吧？谁叫我们都是相依为命的。这样吧。我上面呢、啊，我有一个兄弟，你见过了，开了两个厂的那个啊，大兵呢、啊那个？哦，那个是啊，那个人很老实的哦，跟你很配耶，真的，说真是天生一对、那个。人家都看不上我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三妹，哎呀，既然你妹现在在家照顾你老爸，到时候我们把老爸带下去了，让你妹一起下去帮我们经营那个奶茶店。是啊，我可以去家奶茶店给你去上面那家里那个田啊，种那个稻谷，还有那些那叔那些就叫那个那请人过来收就行了。隔壁家的那些叔啊婶啊，搞就行。现在的心愿最主要的还是把老爸病医好先。放心，有你姐夫呢，你放心。是啊，那这样吧，哎呀，一话也不多说，直接带老爸去医院，好吧？好啊，那马上来来，下去姐给你介绍一个好的。哎，先带老爸去检查一下吧。哎，老爸，哎，把鞋子穿上。走走，我们去。我们去看病啊。来，慢点啊，老公。慢点啊，扶好啊。哎呀，哎呀。